哼，刚刚还想睡觉。你想睡觉？阿姨一抱你就这样子笑笑。这样子哦，笑成这样，开心哦。一抱就这么开心啊！刚放了一个屁之后，就开始超开心了。啊哈，哪一个？在你旁边。宝宝抱你就一直在那边哭腰哭腰，不要宝宝抱你就 OK， 不要宝宝抱，要一抱，同性相斥，你看你摸哪里啊？你的手，很开心哦，小朋友，没有，是阿姨比较开心。好的，不行，阿姨很久没被摸了，很开心。你小朋友，手放开那个女孩，小朋友。嗷、哦！你还嗷嗷什么嗷？他说爽哦。不要。爽。他刚刚手放在小臂的胸部上。不不。是不是？哦、这么小就会。不不，你真的。他又放屁了。又放屁。你又放屁了。一个开心就放屁，是不是？我们小朋友真的是。好啦好啦，开心就好，你开心就好，能说什么呢？我们能说什么呢？补补，你的嫂嫂。他连他自己的手都不认识，他怎么认识人家很凶怒？好啦好啦，哦，你目不转睛的看着赢呢，嗯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个姨有看过呀。看过啊，我是抱你很长的时间。对呀。有没有？嗯，有没有？嗯。嗯哦，好了好了，跟姨玩。